看，我和我妈妈要去开荒了。他又打算在这边边这条点上浮豆。我和我的妈咪又要去开荒，老妈转过来。这个鱼头，这个是不是可以挖来吃啊？可以挖来吃啊，这个大嘞。我们杀一只鸡吧，吃个鱼儿鸡吧。我看你要是在这吃。不要使劲往这边拖，就是挖的那个地方就放在那个地方，但你拖那是个窝窝，对，就捅在那里。对，就挖到那里放起来。我跟妈妈说，我说妈妈挖个鱼儿，我们杀只鸡回去做鱼儿鸡。妈妈说，养鱼来了你不杀鸡。那你又没说要杀鸡，自己钓的鱼，弄的排骨，弄的那些，那我不是蒸了一锅蒸肉吗？不吃还有什么意思？喂起鸡不吃，那我不这儿住我也要吃鸡啊。赶着狗就想去抓鸭子。我就拿个杯子来。拿个篮子背都也行。你这个篮装不到吧？不知道哦。哎哎。我老公说让我妈妈来挖这个红薯，他怕担心挖烂，结果根本就没几个红薯，这个是葫芦形状的，这是我夏天种的红薯，还死啊，长了这么多的红薯，看还是可以的，这不是半辈子总有吧，但是也是半辈呀，够吃几顿啊。爸爸就吃南瓜红薯。红薯挖完了又换人了，换人了。看我们今天的开荒工作也快完了，挖了这么多块地出来。我妈妈说这儿挖来种青菜，种青菜种来她要做咸菜。一群人干活归来。